你听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吗？这是21世纪第一个国际人权公约，影响着全球身心障碍者的权利。在公约的精神里，没有谁是一样的，也没有谁是不一样的。尊重彼此间的差异，别让你我的心有障碍。多元精彩的社会需要你我一起参与。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.